南韩天团 Big Bang 31岁前成员胜利，2019年爆出丑闻，涉及性招待、惯性赌博、性侵等9项罪嫌。今天最终判决结果出炉，胜利将入监服刑，直到2023年2月。胜利2021年8月遭军事法庭求处3年有期徒刑，并当庭遭到羁押，但羁押期间胜利不服上诉，态度放软，甚至在法庭上落泪。今年1月，二审法官从3年有期徒刑改判1年6个月，但胜利仍然不服判决，上诉到最高法院。今天遭到驳回，3审维持2审1年6个月有期徒刑。身背9项罪名，目前在拘留所羁押的胜利将正式转移到监狱，审判耗时3年，终于展开劳刑，直到2023年2月才能出狱。